快点吧。那个汤面你不要给他吃了。请问这些菜全部都是你自己种的吗？对啊。你种这么多种菜啊？这个还算少。哦。现在就是下雪以后，它就长得不好。像大爱呀、啊，有那个有来拍摄过、啊，有来采访啊，大爱这片都长很多。嗯。而且我们。有那荔枝啦，荔枝，还有橘子，感恩，还没，慢慢的看。就是我那个荔枝就种在农场那边，怕以后年纪大了没办法了就采水果就好了。就采水果就好。要好管理，荔枝啊，传统梨啦、啊，这也是蛮高的。嗯，还好啦，那个中治社区还好。那你那个荔枝树有多少年了？种了多少年了？荔枝啊？哎，你那个树，果树。果树，就还在学习长啊。啊，传统梨的话，经常好吃的。好。